哎，厨房有花生啊，豆子。哦，哎，你是说咖啡豆哦？我等一下要去买东西，顺便买回来啦。不用了。啊，哎，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去买。爸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咖啡用的汤匙。没有在里面吗？没有。他绝对倒太多了。我走了，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哦。丢了啊，你有没有吃啤酒酵母啊？我走了。那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是啊。他吃了那么多颗，真的不要紧吗？哎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啦，持续吃最重要。